到台北内湖路三段60巷这边有一间样品屋，在上午突然窜出火舌，由于里头都是易燃材质，火势迅速延烧附近的民宅，警消紧急疏散民众。最近情况我们要立刻连线记者赖建志。建志，这主播，我们看到这栋白色的样品屋，那一共有四层楼，那火舌呢不断从这个一楼冒出来，那整个玻璃帷幕的玻璃全部都破掉了，那另外呢也从这个夹层板当中不断的冒出火来，那另外的二楼、三楼、四楼的部分呢全部都烧成只剩下铁架，那由于呢这里面堆放了相当多的这个装潢以及这个易燃的材料，那所以呢对消防队员来抢救来说是相当的困难，那不断的呢要破坏这个外墙，那把水给灌进去。那这起火警呢是发生在早上8点多，那在内湖路三段六十巷里面的这处豪宅的豪宅的样品屋呢突然传出大火，而当时呢这个因为里面堆放了许多的这个易燃物，所以火势烧得相当快，大概不到几分钟就把整个样品屋给吞噬，而这个高热呢还有浓烟也把这个旁边临近的这个公寓住户的居民呢给吓醒了，那甚至还有人是被热醒的，那这个火势呢也差一点快要延烧到旁边的民宅，不过还好呢消防队员到场之后就稍微控制住了，而且这个高热呢还影响到旁边这个公寓玻璃甚至还有破裂的情况。那这处呢豪宅的预售案呢，那主要是在内湖路三段六十巷这个里面哦，它的建坪总共有1200平，而且开价呢每坪是100万元，大概比这个附近的这个房价高出了3成到5成，而且呢这里面都是大坪数，最少有40几坪，最大有80几坪，那每户呢开价大概4000万到8000万左右，光是这个样品屋呢，这个光样品屋的造价就已经将近1000万，所以造成业者损失相当惨重哦。那这边的居民呢还有消防队员，他有可能是电线走火引起，那目前的火势已经控制，那真正的起火原因目前消防队还在调查当中，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彭磊。好，谢谢建志，我们看到在内湖这边的样品屋呢发生大火。